咱，啊，咱继续是伫讲生命黑暗的幽谷，咱已经讲到今仔第四段，差不多过三四段，咱就会做一个结束。啊，那无这世间的话是拢讲袂了。啊，不过这也毋是一个理论上的代志啦，其实这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拄到的。特别咱讲到尾是讲到咱的年老、咱的衰弱、咱的破病、甲咱的死亡，常常咱就会讲起足实在的物件，啊，就是咱每一个人爱去靠上帝开咱来赢过的代志。所以咱就继续来做这个努力，将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一世人拢不停听到魔鬼撒旦的名，以及因可怕的风声，却我自从都毋捌亲目看到因。魔鬼撒旦因一定毋是不存在，因只不过是阮宗教足好势。阮嘛开始怀疑，魔鬼撒旦因就是藏伫阮人的内面。亲爱的上帝，帮助阮找出因，互因的面貌甲形状拢露现，就是要破开阮来掠因出来，阮嘛心甘情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今仔日，咱要进入生命幽谷的第四段。咱的题目是“对落的天使”。先来做一撮前三段的复习。第一段，咱讲起咱的世界、咱的人生内面真正有邪恶、真正有黑暗的存在。就是信了上帝、跟随耶稣以后，邪恶不完，犹原，犹阁是咱人生主要的经验之一。第二段，咱讲起人类家己，人类家己是咱生命、咱这个世界黑暗邪恶最主要的来源之一。第三段，咱有讲起黑暗邪恶伫咱人内面发生的过程，就是咱每一个人伫咱成长的过程之中，当咱渐渐产生咱自我光彩的一面的时，嘛一直将人看作歹的、歹的、不接受的部分，跌入去足深。咱的潜在意识，另外一个家己内面，哲学要求咱必须努力深深真正去了解咱潜在意识中另外迄个家己。科学心理分析的科学要求咱每一个人必须和咱潜在意识的家己带来对话。神学基督教的神学。要求咱必须承认认罪，咱站在黑暗中的家己。哲学、科学、神学三方面拢不止一致认为啊，要消灭咱站在意识中黑暗的家己是无可能，因为伊一直是咱家己人生的一个部分。要压倒咱站在意识中黑暗的家己，嘛是做袂到的，因为一切受你最大力压到最深的物件，拢会产生极大的力量、极大的能量甲张力，伊反倒会变成愈大愈不受控制。伊最会当做的方法。就是咱必须和咱家己潜在意识中黑暗的家己，第一了解伊，第二和伊对话，第三承认咱的黑暗。安尼，咱就进入咱今仔日第四段以后的讲，
讲若无去含咱潜在意识中黑暗的家己做理解、做对话，以及认罪的时，咱达人迄个潜在意识中的黑暗，就会变成天大地大的罪恶，这就是世间罪恶、邪恶、黑暗主要的来源之一。咱全部生命因果的讲论，是伫论人伫世间，咱的生命的黑暗甲邪恶。其实，咱世间的黑暗含邪恶，因并不是两项物件，因乃是共一项物件。因为世间并无甚物叫做黑暗，所有的黑暗拢是邪恶造成。所以黑暗甲邪恶毋是两项物件，世间无啥物物件叫做黑暗，所有的黑暗拢是邪恶来造成。所以咱今仔日对了的天赛专讲，是要集中专注来讨论人生世间邪恶以外的现象，以及咱到底是毋是有啥物通对付，还是赢过迄个邪恶的方法。万古以来，人类老早就切身体验出来，这个世间真真正正有邪恶、有黑暗之存在。人类体会到邪恶魔鬼的存在，是比人类体会到上帝善良的存在搁较早。我甚至相信，直到今日，要搁是比相信邪恶魔鬼存在的人，还阁是比相信真神上帝存在的人较侪。主耶稣以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世纪，迄个三四百年中间，伫当时传播希腊罗马的世界最流行的宗教哲学的流派，叫做灵力派 （Gnosticism）。印度一直提出一个真强烈的质问，讲用希腊文 “Porcentakka”， 这是希腊文，也意思就是讲邪恶是对对的。灵力派一直在质问这个问题：邪恶到底是对的？邪那不是邪，那是上帝创造的，是安怎上帝才创造邪恶？邪恶那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他用什么方法去制服、去赢过邪恶？因那不是你创造的，你就无因的法度啊！魔鬼邪恶到底是安怎？无论是伫哲学，是伫宗教，拢一直无法度提出满意的回答。Origen， 伊是主后第二、第三世纪古代教会头一个对神学做完整论述的神学家。Origen 是出世受教育伫北非安赞特拉大文化城的希腊大哲学家、大神学家。古代的大神学家，伊一无受封作圣人的，大概就是这位 Origen， 因为伊的思想伫当时看是非常自由开放，带有相当强烈的希腊自由主义的色彩。奥利给的思想，甚至含保罗含约翰拢加减无甚物跳脱。奥利给最出名的论述是主张世间所有万物，甚至包括魔鬼撒旦，最后拢会含上帝达成和好、达成和解 （reconciliation）。含上帝达成和解和好是甚物意思？保罗形容。咱若含上帝和解，就是得到上帝拯救。奥利给直接讲，魔鬼撒旦会含上帝和解，表明奥利给甚至主张魔鬼撒旦会受上帝拯救。
伫主后第二、第三世纪遐早的时啊，我哩见这位大神啊，敢对魔鬼邪恶提出安尼大胆的解答。古代教会伫我哩见安尼讲法非常反抗，甚至判伊这种讲法是异端邪说。但是因今仔日2000年以后，咱今仔日的观点来看，第一，我哩见所主张迄种魔鬼邪恶是不可消灭性，我哩见主张魔鬼邪恶是不可消灭的。2000年前，我哩见做这款的主张，含今仔日，咱嘛是较倾向要去理解。就去对话，就去相信咱将在意识中妄想。以上古今两大方法是有相当的共同点。咱即阵会当简单复习来看，圣经是安怎来描写邪恶、魔鬼、撒旦。圣经描写邪恶、魔鬼、撒旦是专门伫人生命路中得做阻碍破坏。圣经安尼写，民数记22章22节，诗篇36篇20节，等等真侪所在，拢描写撒旦魔鬼，伊是专门伫人生生命路中得做咱人的障碍，得做咱人的破坏。意思是讲，邪恶魔鬼撒旦是人的对手，人的敌人。至少因并不是上帝直接的对手，嘛不是上帝直接的敌人。再来，邪恶魔鬼撒旦是人家己的弱点的具体的表现化。历代志上21章第1节，将更加明明指出来，邪恶魔鬼撒旦。因相当是咱人性家己一种歪曲的表现，是咱人性家己一种歪曲的表现出来，变作魔鬼甲撒旦。过来，邪恶魔鬼撒旦因特别是咱追求灵性向上进步时，咱的敌人，这嘛相当清楚点出来。邪恶魔鬼撒旦是一个人，要好好行到上帝路中，会碰到最大的敌人。意思是，你若不是行对上帝遐去，你大概就袂去拄到魔鬼甲撒旦安尼。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8节。所以基本上，邪恶的魔鬼撒旦因最大的功能是来阻止一个人的上进。向上提升以及灵性进步，这点非常要紧。因为一个人一旦平淡上进，都是定论。伊太会去拄着魔鬼，伊家己就会变作魔鬼啊，敢是？所以邪恶魔鬼撒旦是一个人家己要进、要退、要死、要活的时所选择的伴。所以，邪恶魔鬼撒旦是一个人家己要进、要退、要死、要活时，咱家己选择的伴，这当然嘛是咱人爱负起真大责任。意思是，你并不是伫逐条路中拢会拄到魔鬼。意思是，咱并不是伫逐条路中拢会拄到魔鬼，你乃是选择有魔鬼的路去行。他主动的变现是你，当然你家己必须对邪恶国王负起较大的责任。安尼，圣经又搁讲邪恶魔鬼撒旦的问题，绝对是咱家己人性 humanity 内面的问题。邪恶魔鬼撒旦，并较毋是外在客观必然的存在。撒旦魔鬼，较毋是外在客观必然的存在，伊是含你家己人性内面出善的物件有关的。
伊并不是外在，并不是客观必然的存在。会记得耶稣最严厉责备彼得的话无？马太16:23，马可8:33，耶稣责备彼得讲：撒旦提起，明明迄人是彼得，耶稣却骂是撒旦。圣经直接并无将人和魔鬼、撒旦之间的界线分足清楚。以上约约对圣经举出5个所在有关邪魔鬼、撒旦的描写，予咱不止清楚看出来，圣经并无将邪魔鬼、撒旦看因是上帝最主要、最大的敌人、甲对手。上帝应该是无敌人，应该是无对手啊。过来，邪魔鬼、撒旦，个个是人的对手，人的敌人。所以打败邪魔鬼、撒旦的关键，大概是必须人家己来出手。即阵，咱就来讲一句啊，邪魔鬼、撒旦做对立的天使 ，Fallen Angel。这个讲法，先讲圣经并无任何一个所在有一字明明写讲撒旦就是对天对落的天使，但是对落的天使 Foreign Angel 这个名词，却伫教会内教会外相当普及，予人摕来形容讲撒旦就是对落的天使。以赛亚14:12，天光早的启明星，你怎样对天对落？这是你预表了对落在最黑暗中的，原来是天顶迄个最明亮的光星。这无讲撒旦，嘛无讲天使。路加10:18，耶稣家己的话讲，我有看见撒旦亲像信纳闪电对天刮来。耶稣这句话有讲到撒旦对天刮来，但是无讲撒旦原来就是天顶的天使。彼得后书2:40讲，上帝无惜犯罪的天使，吸引伫黑暗的暗处。才有讲天顶犯罪的天使受迄落伫黑暗，但是无讲这就是撒旦。犹大书1:60有天使无受因的本质离开家己徛起的所在，主用永远的锁链禁收因伫黑暗的下面。伫遮同款讲起天顶无受本轮的天使，就是犯罪的天使，受捆绑伫黑暗的下面，但是无讲伊是撒旦。启示录12:3-4写，有大尾红色的龙，伊的尾拖天顶星星的3/1坠落摔落地面。假使讲迄位天顶大尾红色的龙，就是在指撒旦魔鬼，无错。但是无讲伊就是大的天使。只有描写伊是天顶见光星的头。天顶的星星有3/1受伊影响，对伊予伊拖咧摔落地面，就是以上这5个所在圣经所写，予人相当自然道道起来讲，魔鬼撒旦就是迄位对落的天使，安尼就不止有将超魔鬼撒旦的本质讲出来。第一，邪恶魔鬼撒旦，伊本来是天顶上帝光明之主，极重要、固然的角色。伊犯什么罪？伊伫上帝光明相反的所在，伊会当犯什么罪？伊敢会当犯一种罪，就是 pride 骄傲。再来，邪恶魔鬼撒旦毋是一个，伊乃是一群。伊的尾流拖有天顶3/1的星星对射，是不止大的射。
所以若像撒旦做 foreign angel 对咱的天使，应该像撒旦做是鬼魂对咱的天使的修炼 the leader of foreign angels。小魔鬼撒旦是先魂结对的附属，这个概念非常要紧。小魔鬼撒旦原来伊是建立上帝身边的一个部分，后来就削弱伫地面上人生存必要的所在，佮继续活动。所以小魔鬼撒旦是活动伫人间，活动伫人的中间损害人，因袂去损害树木、藤拖、鸡啊、鸭啊，还是鸟啊。所以魔鬼撒旦的问题，就是世间人类的问题，伊毋是全 universe 全宇宙的问题。所以咱讨论社会的魔鬼撒旦来时，必须清楚画出一个问题的范围啊。伊是人性 humanity 本身的问题，必须对人性 humanity 来了解，来对付伊，看伊是人性的大问题来面对伊。小魔鬼撒旦原来自称是上帝身边最远的角色，然后才坠落。伊入来到世间的人性内面了，伊活动的本质不变，伊照常是乎人性自宽最远的部分坠落。伊伫天顶做代志，含伫地面做代志，拢同款。伊来到地面，照常是乎咱人性自宽最远的部分去坠落。意思是，小魔鬼撒旦不论是伫天顶，还是伫世间，因拢照一个共同的形态，就是坠落的天使。什么叫做坠落的天使？第一，每一个魔鬼拢有一个天使美丽的面貌，每一个魔鬼拢有一个天使美丽的面貌。伊拢是温存伫天使的面貌的后面。第二，咱每一个，因每一个，拢有天使的面貌兼魔鬼的身材。你拢捌听过这句话哟？因每一个拢有天使的面貌兼魔鬼的身材。有魔鬼的身材，是表明因邪恶本质不变。天使的面貌加上魔鬼的身材，这种组合对人性是最第一致命。自人类以来，人类就不停地应付、处理、思考邪恶魔鬼的问题。咱要用一撮时间甲努力来简单溜一遍，自古到今，人类是安怎思考这个问题？伫圣经古约的时代，古主前第六世纪约伯记做例，魔鬼撒旦伫约伯记要受看作上帝至高的权力核心内面一个要角，嘛叫约伯记。但是到伫新约圣经的时代，小魔鬼撒旦就受看作世人一致重担，受称作是空中掌管者的修炼。右手二九二十，空中掌管者的修炼的地位是已经相当和上帝对抗了。那么，佮新约圣经的时代，至少魔鬼撒旦已经稳稳掌管、掌权地面的世界。约翰十二章三一节，十六章十一节，称魔鬼撒旦是世间的掌管者 ，the ruler of the world。伫主后第二、第三、第四世纪流行的灵智派 Gnosticism。因主张，咱这个世界，是遐处极歹的鬼神所创造的。灵智派开始在怀疑，
是毋是咱这个世界，毋但是互魔鬼管呢？真可能咱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魔鬼创造的，本来就属于魔鬼的。第二、第三、第四世纪的灵异派开始安尼做怀疑，到第达克世纪欧洲的黑暗世纪，特别到主后十一世纪，当整个世界陷入最黑暗的时，人类完全无法度明白，无法度解释，到底咱人间为何会黑暗到遐黑暗？所以，主要在十一世纪的时，世界就出现非常多、非常强的论说，讲咱大世界根本就是魔鬼创造的，不是上帝创造的。魔鬼受人做世界创造者的声，哪来哪去？人类自古以来，无论伫圣经内还是圣经外，人类普遍上伫较起初的时，是将小魔鬼撒旦看成是伫人的外口、伫外在、伫另外一个所在恐怖的存在。后来，人才渐渐会晓看出来，原来小魔鬼撒旦是和咱人类家己较有关，必须由咱人类家己对内来找伊，过来找。但是要对咱家己的人性 humanity 内面去理解、去解读，小魔鬼撒旦必须带出有人类和 anthropology 的素养。历史上第一位用人类学角度来处理魔鬼撒旦的问题的人，是主后第四五世纪的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圣奥古斯丁是罗马帝国时期非洲教会的一个主教以及大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影响世界有五百年久。圣奥古斯丁著作是六点文，伊一句神学的名言是讲 privatio bani。什么意思？六点文 privatio bani。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是足出名的话，伊认为邪恶最大来源是因为欠缺信仰。The absence of good， 拉丁文叫做 privatio boni， 亦做欠缺信仰。圣奥古斯丁相信，咱人一旦增加咱的信仰，增加做较侪信仰的行为甲代志，就会当将社会对咱人性内面消灭，甚至会当把社会根连根拔除。奥古斯丁伊开始对人性来了解社会，但是伊感觉社会甲信仰是不可对立，增加信仰，社会就会无去。用二十世纪最伟大心理分析大师对圣奥古斯丁这种论述有做回答，用肯定圣奥古斯丁伊对人性的内面本身来着手处理社会，但是用个不同于圣奥古斯丁讲的，社会会当对咱人性中完全消灭，用个认为信仰个社会是咱人性共存。用个认为善良甲邪是咱人生共存的两个面相，不可能一方会当消灭另外一方。近代的心理分析科学大部分拢同意用个所主张来讲，邪是咱人生内面永远结构性的一部分，因为伊是 permanent part of the life。都亲像用个家己所讲个，伊讲，生命本来就是好甲歹，彼此永远个正。那无，咱就无法度叫做是伫生存。用个讲，善良甲邪恶任何一方会不存在，会造成咱生存个停止。
end of our existence。这个我想到一处咱真重要经文，伫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到三节，遐安尼记载一个予咱非常不容易明白的代志。启示录二十章第一到第三节安尼写。经过上帝和撒旦两方先后最后之战以后，上帝的先和撒旦的恶经过最后之战以后，最后千辛万苦才将撒旦打败灭掉。上帝派天使摕无抵挡的锁匙甲一条大锁链，甲撒旦魔鬼捆绑偌久？捆绑一千年，其实要安尼写。什么叫做捆绑一千年？什么叫做关一千年？撒旦并不是像咱人活七八十岁的，撒旦是一万年不死的老妖精，你关一千年算作啥？世间的法院会一罪一判，有罪犯连续犯罪几啊十条的死罪甲大罪，一罪一判的结果，就有人予世间的法院判有期徒刑两千年以上。是毋是撒旦只有判有期徒刑一千年？可是有期徒刑呢？毋是马上甲撒旦斩头枪杀死人消灭？启示录二十章第二节，撒旦的关到第七节，撒旦就搁想放出来。这是什么款的代志？有想到无？启示录那伫两千多年前就写魔鬼撒旦和上帝消灭去，安尼圣经到底要如何向后来的世世代代，咱今仔日的人交代讲，咱活的所在太不要撒旦魔鬼，所以圣经绝对未写两千年前撒旦如何上帝消灭掉。这就是圣经的真理在甲你讲，圣经的真理在甲咱讲，消灭魔鬼撒旦之。不可消灭性。启示录这种讲法和现代科学对邪恶以外的了解，彼此相当符合，认为邪恶黑暗是咱人性各自永远的一个部分。但第一，原来撒旦魔鬼只不过是看作是一个外在外面一个青面獠牙可怕的存在，现在伊却变成是存在伫咱内面的。本来较早咱是看魔鬼撒旦是外口一个可怕青面獠牙的存在，即阵撒旦煞变作是看作是咱内面的。这是较可怕，还是较不可怕？会晓惊无？这当然是较万倍的可怕。好啊，讲撒旦魔鬼是存在伫咱内面，伫内面嘛会当设法甲伊消除，敢是？但是恁却讲，连因嘛是我的生命生存的器官之一，未再开刀提了。这邪恶魔鬼撒旦的尽头是何等困难？我若问恁讲，全世界内面是甚物物件最第一亲像上帝？你想看卖？全世界内面是甚物物件最第一亲像上帝？这个问题答案，敢爱足想？唔免足想就知嘛。上帝敢会足亲像鸡啊？啊，是山狗。上帝伫全世界内面最亲像上帝，一定是咱人啊。
好，我这阵过来问一下，全世界内什么物最第一亲像魔鬼？这个问题敢爱足想，嘛毋免足想点想。魔鬼敢会亲像鸟鼠？魔鬼敢会亲像蛞蝓、蜘蛛，还是好还是坏？全世界内最亲像魔鬼邪恶的心思的，嘛一定是人啊！敢会是叛逆？讲魔鬼是堕落的天使 （Fallen Angel）， 或是着圣经内面最出名、对上帝最好的所在堕落定论的是倒一位？敢是亚当甲夏娃？敢袂当讲亚当甲夏娃这正正是对上帝遐堕落的天使？因两人原来敢无美好亲像天使？安尼看。那连咱的始祖阿东阿娃，既然是堕落的天使，安尼堕落的天使，就嘛是在指咱每一个人嘛。堕落的天使已经是指对咱每一个人，因为咱逐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拢包括定论。所以，这堕落的天使，迄、那个魔鬼邪恶的人内面结起来，不是无原因。但是，咱个人生命内面，咱整个社会人类世间的邪恶魔鬼撒旦的难题，嘛要真紧急去克服啊！第一，因毋是一个外在，另外一个青面獠牙社会的存在，所以咱袂当集所有武器调千军万马去向伊战。第二，过来，消磨的存在是普遍存在伫每一个人的人生内面，所以咱袂当看什么人、什么款人，因才是邪恶，才是魔鬼，才是撒旦。用指责、用审判眼光，要专工找出什么人是魔鬼撒旦，这个方法已经未偌通，嘛不再够力，不再有偌大的效果。咱只有会当用人民的态度，咱只有会当用人民的态度看世间每一个人，当然包括咱自己本身。拢是邪恶魔鬼撒旦的共同受害者。邪恶魔鬼撒旦既然无一定是一个存在伫外面外在的什么，安尼咱就无法度家己去拍伊落来消灭伊，甚至连上帝啊嘛袂当去家己拍落来家己消灭。邪恶魔鬼撒旦是存在伫咱家己内面，嘛毋是只有存在伫什么鬼个啊歹人内面，所以咱嘛袂当掠鬼个啊歹人来甲撒旦掠去。邪恶魔鬼撒旦是普遍存在伫每一个人中间，所以伫人类个世间，咱掠袂着伊，无得掠伊，掠袂了伊。邪恶魔鬼撒旦存在伫咱每一个人生命内面，佫袂当甲因伫咱内面灭掉，因为伊虽望黑暗无好，伊是咱家己黑暗无好的一部分。所以对付魔鬼撒旦，咱简直变作无半步安全无方法，对，拢无。伫遮，咱必须大声清楚建立一个概念，就是：即使魔鬼撒旦是咱生命中最大最强的对敌，安尼咱绝对无法度靠家己抬出一条活路出来。那会，咱人的生命就会当靠自救，唔免他救，唔免任何人来救，嘛唔免上帝来救。咱若家己无法度抬赢咱生命最大的对敌，安尼，咱太过需要上帝。咱家己拢无法度，无半项自救的方法啊！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是咱只有会当困住上帝的拯救三弟兄。所以咱论到魔鬼撒旦的问题，绝对要纠正家己一支枪。你无半步，无半步的意思就是你只有会当困住上帝拯救，这是咱伫讨论魔鬼撒旦必须爱达到的一个结论。和上帝来拯救是什么意思？和上帝来拯救是什么意思？就是将咱生命内面将在黑暗罪恶拢总提出来，露现显灵伫上帝的面前嘛。用哲学的思考，深深了解家己内面是什么以后，用科学的方法勇敢面对咱内面的黑暗，下面对话。要用宗教信仰提出来，伫上帝面前认罪。到时，你就一定会知影。当你将你的话，当你将你内底犯歹代拢提出来交上帝了，当你等我将咱内面的黑暗罪恶歹代拢提出来交上帝了。你是会想讲你内底要存好的是无？甲你讲，内面已经什么嘛无存啊，因为交出犯罪外歹的你，就等于交出你的拢总啊。你内底才够要存。到尾你一定会知，上帝打败，上帝摧毁消灭，消灭魔鬼撒旦的方法，就是拯救你起来，拯救你，等于消灭魔鬼。你的拯救一定等于魔鬼撒旦最大最彻底的消灭。你若相信你一定得到的拯救，你就通相信魔鬼一定被消灭。咱谈信心，咱得救的机会有偌大？咱内面魔鬼撒旦想消灭的机会，都平平遐大。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对历史开始，魔鬼撒旦因竟然比上帝你较早入来阮的生命中，甚至比你入伫阮的内面佫较深。对历史开始，阮的生命竟然变成了是魔鬼和撒旦你互相抢夺的对象。上帝啊，阮到今才真正知影，通恳求上帝你最大的圣灵，恳求你赢过魔鬼撒旦，恳求你赢过阮本身。阮家己无法度赢过魔鬼，嘛无法度赢过阮家己。阮家己生命无所谓家己的胜利，这项物件只有上帝胜利，只有上帝会当胜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阿门。阿门。多谢老师，好咱真正。